大家好，我是孟川。今天的主题是推网吧，我累了，我推不了，因为我天天刷短视频，大数据天天给我推一些小姐姐，然后我划过去了，他不会以为我不喜欢小姐姐，他觉得我不喜欢这款小姐姐，还给我推，大数据是对的。我老婆也不管我，因为他在忙着看帅哥，我们就属于开放式短视频，各刷各的。然后其实大数据还会给我推好多我自己的演出，我就看到底下有条评论，口音好重啊，我回复也没那么重吧，我觉得。他说你是山东的，当然觉不出来。我说我是山东的，你咋看出来的？他说你不觉得你打字都用倒装句吗？我说不觉得呀，我其实除了效果的工作，我还在微博居委会里边兼职，就是处理一些违规的帖子。这两天节目播出之后，许多脱口秀演员被骂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吧，骂他们的时候收敛一点，要不然增加的都是我的工作量。如果非要骂，咱们各退一步，咱别在微博上骂。而且微博居委会是考试进去的，但是作为一个山东人，怎么会怕考试？其实考试的内容就是处理各种判断，然后这是哪种类型的违规帖子，很容易选错。比如说有个很暴露的头像，写着看视频什么什么网址，这属于哪种类型的违规？我一想，这不属于社区福利吗？开玩笑，开玩笑，这是属于违规引流。但是你要是再深入的调查一下，发现这其实更属于虚假宣传。违规的帖子大概就分这么几类，比如说40%左右是地域攻击，山东怎么样怎么样，有30%几是男女对立，比如男人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一些混合型攻击，比如山东男人怎么样怎么样。还有一些号就特别过分，他不违规，但他夸得特别过分，就像刚才思文姐说的，李诞瞎吸男友，然后说他去头可食用。但是李诞那点精华不就在头里了吗？还有人喜欢李诞的身材吗？别人这是我的马甲线，李诞这是我的下线。而且还有人说我喜欢的就是李诞的穿搭，合着你们喜欢虾皮儿是吧？其实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沟通多了，甲状腺结节也多了，有些杠精真的什么都杠，感觉他们看个童话都会杠。比如说圣诞夜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穿的太少被冻死了，底下肯定有杠精会说，我就说吧，女的穿的少了容易出事。然后为了其实治理网暴这些事儿，还有水军这些事儿，各大 APP 开始显示 IP 地址了嘛。前两天看到一个吉林网友发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视频，底下就有人回复说东北人怎么这样，这时候一个黑龙江网友就站出来说他是吉林的。我第一次见到因为一个网友东北地区准确的划分黑吉辽，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说这个人是山东人闯关东过去的。但是这个措施我觉得也起了一些作用，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些特别想喷的事儿，我就等我出差不在山东的时候集中回复。在高铁上收到短信，大美某某欢迎你，我就知道该回复了。不知道他看见我说的啥还欢迎我不。其实现在我感觉治理网络暴力的程度还是不够的，我有一个特别邪恶的想法，就是在 ID 后边加上身份证号，但是全部糊上，你每被举报一次就给你扣开一个数。这样乍一听是不是还挺过瘾的，但这其实就是跟网暴是一样的，就是在用违法的手段治理不道德。
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上网开心，违规的事呢就交给我们微博居委会了。谢谢大家，我是孟川。谢谢孟川。三二一，请锁票。我想说的是，我谢谢你啊，孟川。谢谢你，谢谢你。瞎戏男神，瞎戏男神。我瞎先扣出来，馋死你了。因为我看网上有一个说法，说好好的一个人怎么长了个头啊。范丞丞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说哥你看大家都叫你瞎戏，我说什么意思，我还挺美的。我点开看了两分钟，我说范丞丞干什么，气死我了。你有腹肌是吗？我没有，我瞎戏吗？没说。哎，不是，我觉得就是刚其实四文说的也合理，就是川哥讲了一堆网暴啊什么，但网友朋友们有时呢又是特别友好的，让你不知所措，就想夸你两句，又不知道该怎么夸。其实就是，那川哥你是真有这个居委会的这个什么？是，我现在就是每天会给我发好多帖子，我们投票，判断这个帖子是不是违规或者哪种类型的违规。咱们山东人真这么爱考试吗？我听着这个也挺费劲的。对，山东人其实挺爱考试的，我这两天还把一个射箭的证给考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比赛对孟川没有什么压力啊，他还有余力做很多别的事情。我能不能向微博居委会的同志申请一个微博的功能？就我觉得微博真的非常需要设定一个功能，就是点赞确定和取消，太容易手滑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真的是为了这个怕自己手滑，从右手握持握手机变成了左手滑手机。我就觉得真的应该有个点赞，然后出来一个对话框说确定还是取消，然后摁完取消之后出一张吴京的照片，有惊无险，然后这样。对不对？哇，炸了炸了，就这样就这样，好不好？再见，给我拍张，给我拍张，为我拍张，谢谢。就是你天天看这么多闹心的东西，没想过退网吗？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网络条件不好了，更需要我们这些人去处理那些闹心的东西。正义英雄，哇，厉害厉害厉害。楠姐想过退网吗？我不行，我不能退网，因为我们家现在的条件是我是我们家唯一支棱起来的那根天线我要是再退网了，我们家就属于物理性断网了静哥也不看，他看的方向就跟我们冲浪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就他真的就是看新闻，所以好多你跟他说的梗啊什么的他也就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上网也特别少，我特别喜欢线下的那种交流。我不会在网上怼人，但我线下如果直面的话，一对一的那种那确实我们都知道吧，那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